咱们这节目不是一个相声主题的节目吗？怎么那么神秘呢？七七有黑布，七七有黑布，二四六八九个箱子。哎呀，这姑娘嘴还挺大。别说话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是姑娘了？你害羞什么？你太帅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不看外表，我看内心。你根本就看不见。我要问你问题了。如果你的女朋友问你一些送命题，你会不会觉得无理取闹？她不会问送命题的。为什么？女生就会问啊。可能我媳妇是个男生吧。啊，女朋友生病了，给你发微信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也有点不舒服。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媳妇儿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怎么你也变身了？我以为就只有我有呢。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你的男闺蜜，这期的男闺蜜，咱俩应该形影不离的在一起，今天好吗？但是你凭什么做我的男闺蜜啊？你会做女生的朋友吗？你懂？怎么这样啊？Hello， 女嘉宾对男生进行灵魂拷问，现场30位大众女生对答案不满意则选择灭灯，灭灯超过半数以上的男生将立刻被黑衣人带走。心动测试结束，将有一位男生成为女嘉宾的心动选择。打开腾讯视频 APP， 首页搜索德云逗笑社，更多新鲜视频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每天一瓶古力多，养颜蓄力我看妥。每天一瓶古力多，养生相声多欢乐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古法养生万人迷。古力多邀请您观看德云逗笑社。小谷，谢小谷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要这个。那我要这个。谢谢小谷。啊，他是小谷。对，你们喝不喝？喝吗？送给你。这个应该。坐坐。您坐，您坐。哎，这这这。身姿好妙曼，那张我是坏。Hello，Hello， 你的声音好粗犷。我要开始问你问题了，废话不多说了。你要问什么？如果我和你约会，你等了我两个小时，因为我花了两个小时化妆，你会生气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不会生气。我的女朋友花两个小时，我觉得为了更好更美的展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你的意思是素颜不好看是吗？我觉得她素颜和化妆都好看，因为她在我心目当中都是完美无瑕的。哦，你的嘴很甜耶。这样的人不能嫁。那如果我问你，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同，你会怎么回答？你每一天在我面前都是全新的一个自己。如果你问我想吃什么，我不知道要吃什么，我就说随便。我会点一些
我爱吃的。听到没有？吓我一跳，你干什么？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发脾气。怎么？我发个小脾气还不行吗？我觉得你这样好可爱。我就是喜欢你发脾气时的样子。轰出去！轰出去！我觉得我不能这样走的，不要这样。带着你的箱子出去吧。我想问问，这箱子是干什么的呀？我能不能看一看？我这样就走了吗？我不想，他把我的麦给抢走了。碰见油腻的，碰见不喜欢的，碰见不入耳的就灭灯。女生要选男生的话，一定要选那种心动的。来了吗？来了。我问你几个问题吧。比如说妈妈和我都跳水了，你会选哪个？这种你会怎么办？他问这个问题，我就给他扔水里。那你唱首歌给我听呗，行吗？唱一个叫最爱你的人是我，拢共就会两句。最爱你的人是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你最需要你的时候，词儿都唱错了。在你最需要你的时候，就这意思吧，好吧？好。德云社的这几个嫂子，你最喜欢谁？德云社的嫂子，我最喜欢谁呀？有德云社的嫂子都不错。对人，你说出五个你见过的嫂子。我见过月哥的媳妇。月哥的媳妇儿好吗？刘晓婷经常说的师娘对她特别好，所以我觉得月哥媳妇儿好。好。丙嫂见过吗？丙嫂太好了，上海姑娘。然后说话可温柔了，长得呢？好，漂亮，瘦。刚才月嫂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漂亮瘦？你只说了一个人好，我特别不开心。月嫂，朴实。月哥，是月哥吗？我错了。你可以走了。好。这个。有谁喜欢看脸的？女生看男人要看脸的吗？要。啊 ，sorry 啊，我说。我自作多情了。那善良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孝顺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很多咱们就来。但是他们还是要看脸。但是他们看脸，我不看脸。你不看脸？我不看脸，就看内心。我看才华。但是我特别丑，我就有才。可以网恋吗？可以网恋吗？可以网恋。就这辈子不能见面是吗？我恨你，我恨你。